哇，半截好乖哦，它就坐在那里不动哎，而且坐在我两腿之间。嗯，哎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过来，你的碗，丢上去。三百米后靠右，进入右转专用道。穿个沙滩裤，穿个拖鞋。对，半斤。你怎么吓到了？快点！半斤一来你就吓到了。半斤。进去我知道要洗澡了呀，半天进去奶奶上面去了，半天洗澡过去这么有，半天你不喜欢洗澡吗？空调可以半天啊，半天拜拜哦，外面去吧。哇塞，你还会打排球啊？对啊，我高中可是排球队长哎。排球队长？对啊。咦？哎呦，不错哟。再转一下，不是太远了。你高中是排球队长吗？嗯，不是大学。大学呀、啊。不过我身高太矮了，只能打二传，就传球那个。半斤，我现在把这个鸡胸肉给切好了，准备下锅煮了。还舔嘴巴，还不能吃，现在还很烫。我们现在准备去菜市场买点海鲜，到回到房车里面去煮着吃。现在，你看，再往前走。这条海边的林荫小道，我现在来到我从小吃到大的肠粉店了。以前读书的时候就会来这里吃，没想到他们还在这里做着。看看阿龙小时候的美味。对，小时候很喜欢吃的。你少来一点吧。加辣椒多少？120。这家是霞村人最喜欢吃的，它这个辣椒是甜甜的，嗯，有点甜，有点辣。我们刚刚去吃的那个肠粉呢、啊，以前我小时候吃是1.5一份的，加个蛋1.5，现在已经涨到6了，所以说时代的变迁，长大了价格不一样，但是味道还是一样的。当个青海白起来150，一斤也没这么厉害。这是什么蟹呀？你看到没有？哇，这个什么鱼啊？好吓人哦！我看那些像鳝鱼，哎，这个有像。教练去了，这是死的哦，是吧？上面活的，你看一下，都是活的。好像。都是活的，你放心，这个你放心，都是活的，你看，都是活的，很搞笑。它死的活的混装的，快点出来吧！来，去跑。不要跑远了。很晒好，很晒就上去了。范姐，看什么看？想吃那个虾了，范姐。想吃虾了，哎呦，还在动哎。哇，这个动作好厉害，都夹不起来了。范姐也在看，哎呦，范姐干什么？你怎么杵到锅里去了？哎。还挺多哎。我们买了几斤啊？这里啊，2斤。哎呦，我说我们少买一点，锅就那么小。他说你吃什么锅？范姐好爱出镜啊！范姐吃臭美的狗子，你怎么那么臭美？啊？你说你怎么那么臭美？你怎么那么臭美？沙滩上哦，拍下拍下，嗯，可以。Down the years, it's been alright, and now I'm sorry I want more. It's not intense.
And on and on as we go we seem to fight. Maybe that's just the way we love. And only in the dark do we see our sun. Home is where we were. Home is where we want to be. And yes, we don't have time to say goodbye. And this ain't the last time.